现在的气温还是很低，我们在这边呢都可以感觉到有寒意袭来。那么稍早呢，我们从清境农场上来的时候，那里的气温大概是5度左右，那么这边大概是3到4度，可以想见合欢山上的五岭呢应该会更冷一点。但是呢，昨天有下雨，今天呢并没有下雨，不知道这样的湿度呢会不会影响到降雪几率。今天一样呢，在这个翠峰的地方呢有管制，是7点左右呢会开放通行，让车辆可以陆续的上山。那么其实呢，在这个在这个5点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有这个排队的车潮了，大概是绵延了1公里左右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在有些驾驶呢，都是趁这个等要上山的时候呢，先把这个雪链装好，避免上山的时候会危险。不过我们在现场观察了，不知道现在这个车潮是不是有比较少一点，因为我们昨天呢是同一个时间出发的，大概在眉峰的地方呢就遇到了排队车潮，但是呢现在呢今天上山呢，大概是在16、7K 的时候呢才遇到这个排队的这个车潮哦。不过呢，不管如何啦，今天合欢山还是有几率下雪的，那么大家呢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冲一波吧。